享客家音乐，我是 Wilson Lee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，Wilson Lee 带你体验客家精神哦。那分享的 Trash 的新歌《烦恼歌》，我会建议有三种使用方式啊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就普通的三和弦 ，C 和弦啊 ，E minor 啊 ，A minor 啊 ，G。但是它这首歌呢，为了刷轻快的感觉呢，我会建议大家放到后面这个把位。如果你觉得后面这个把位太难的话，那我们就用使用前面简单的开放三和弦。好，第一个 C 和弦弹这边，第二个 E minor。第三个 A minor， 第四个 G， 第三种的和弦，在他 solo 进来之后的段落呢，全部都会转为使用 power chord 的压法。节奏要怎么弹呢？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使用到切音，第一拍呢会做一个切的动作，第二拍呢上的时候要发出声音，第三拍呢下上做一个切的动作，第四拍呢下去的时候也是发出声音，所以听起来就会像这样。所以我们靠近看我的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就可以放慢去练习。練習モード。怪しい音だぞ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